最想的旅程，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让我心情好。手机快没电了，充电器也找不到，房东又来催我掏钱，房租还没交。昨天同学聚会发现别人都混得比我好，不高兴喝得有点高，合伙经营自己单挑全都试过了，生意难做朋友坑我，工作也难找，水到渠成的事情倒是做了一件，女朋友和别人好。左眼皮跳跳，好事要来到，不是要升官，就是快要发财了。